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cSonar 大设计。之前我们见过再逼真的机器人婴儿，也只是有一张栩栩如生的皮囊。你见过还要喂食上厕所的机器宝宝吗？西班牙 BabyKind 公司就制作了一系列萌化了的机器人宝宝，可以匀称的呼吸，还能吃喝拉撒，实在有点神奇。 BabyFun 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专门生产硅胶娃娃的公司，这里的仿真机器娃娃都是由医用硅胶以及塑料制作而成的， Q 弹的皮肤，触感极佳。小宝宝不但有着栩栩如生的模样，内置的马达以及芯片还可以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均匀的呼吸。你还需要定期给他喂食，要是尿床了还得给他换尿不湿，完全就是当真宝宝一样去养。不过他们可不会没日没夜的大哭，只会闭眼睡觉，睁眼咧嘴笑，偶尔还会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，萌萌的看着你。通过后脑勺的充电孔就能为其充电。除了这些人类宝宝，该公司还制作了小美人鱼宝宝、半人半猪宝宝等等。不过最吸引眼球的还要数阿凡达宝宝，这些通过闪着荧光的小婴儿有着尖耳朵以及长尾巴，尽管看着有点惊悚，但还是让人忍不住去捏捏它肉嘟嘟的小脸蛋。这些惹人怜爱的小家伙可不便宜，最基础的版本也要4-5千，像是会呼吸这样高端版本售价就达到了3-4万人民币。视频元素来自 BabyFun， 由 McSona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cSonar 创意公园。